大家好，在这个节日众多的六月，我们从德国出发，南下意大利。视频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一键三连，再次表示非常的感谢。这次意大利之旅的第一站，我们来到了北部的加尔达湖，它是意大利面积最大的湖泊，位于该国的北部，地理位置大概在威尼斯和米兰的中间。加尔达湖是在上一次冰河时期结束，因为冰川融化而形成的，而今天它被分别划归为维罗纳、布雷西亚和特伦托三个省管辖。这一次我们主要拜访湖的南部地区，我们首先拜访和湖同名的加尔达市，然后乘船来到对岸，拜访加尔多内里维耶拉。作为意大利最大的湖泊，加尔达湖南北长52公里，东西最宽处达到17.5公里，它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。以湖同名的加尔达市位于一座天然的峡湾之内，南北两侧有两座大山环绕。风景如画的景致，各个统治时期留下的建筑，以及连接南北两个城市的湖滨大道，都非常受到游人的青睐。人口只有4000人左右的小城市，在太阳落山之后，探索老城区的小巷，体验当地的美食，100%南部欧洲的体验。而畅通八达的游船系统，能让你快速地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。从加尔达市乘坐快艇大概30分钟，我们就来到了河对岸的加尔多内里维耶拉。在这里有着整个湖区最为著名的景观之一，安德烈·赫拉的花园。占地 1.5 公顷的花园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，1910年至1914年间，牙医和植物学家亚瑟·赫鲁斯卡奠定了这个花园的核心。当时的花园主要由葡萄园和橄榄树两部分组成，在不断扩充的过程中，他从世界各地购买珍稀植物，在花园里建造人造山以及溪流。在他去世之后，花园被奥地利的文学家、艺术家和诗人
安德烈·赫拉基金会所接管，继续进行扩充，植物的种类达到了2000多种，并辅以现代雕塑，与景观和谐地融为一体。2014年，基金会把花园卖给了奥地利房地产投资者科尔伯先生，但是植物园仍然保持安德烈·赫拉的名字。人口仅有3000人的加尔多内·里维耶拉，在成为自治市之后，一直就是意大利最美村庄的协会成员。城市周围的山丘确保了温和的气候，柑橘树、龙舌兰等中欧和地中海植被交替出现。另外，市区之内也有很多公共的花园以及公园。另外，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期，这里的大型建筑分别是成为了指挥所、大使馆和军事医院的所在地。在返程的路上，游船会停靠在另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，它就是萨洛。这个小镇是1943年到1945年中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首都所在地。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能拜访这里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吧。重新回到戈尔达市，我们的湖泊旅行还没有结束，意大利的旅行也刚刚开始，希望大家多多的一键三连表示感谢。我们这一次旅行就到这里，我们旅途再见。